而且这个是长毛猛犸象的骨头，不过这个是小 baby 的。哪里有剑齿虎？剑齿虎的骨头在这里，你来看，这里是剑齿虎，你看到吗？这是剑齿虎的骨头，有看到吗？这是真的哦，你看它牙齿是不是很长，像一把剑一样？等一下，然后弟弟，这个是犀牛，枪齿犀的骨头，你看这个头，这个脚有没有很大只？有哈，来，你再往前看，这里有一只很厉害的哦，这个是洞熊的骨头，这个站起来，这个是洞熊，它跟人类不一样，人类的腿很长，身体没有那么长，这个是熊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身体特别长，所以它骨头特别多，有看到吗？这个是蟹狮的头骨，然后这个是长毛猛犸象成年的骨头哈，可能身体不见了吧，没有被找到，所以就只有这样子而已。骨头区。